老板，来我这边啊。大家好，我是老姚。现在到这个大岳府的啊，这个村子里，我又看一下都是老房子啊，看一下能不能收到老的东西啊，收到好的东西啊。技术要结实啊。我们在家当老板。喂，老板好。有没有老东西是吧？有。有没有好东西啊？有有有。都是有啊。这是一个老的，应该也是一个修罗个藤。看几期嘛？我看一下了，有些先看一下啊，都在。东西的几嘞？应该不大看，你看。东西也可以，平时平时都那个，但是年代不是太久嘞。啊。这个是按规矩的，就是这个是一个火。春秋这个是一个点一个藤点，但是这个是应该是清代或者清末时期仿的，这个是，但是东西老还是老的东西，东西多少也还可以啊，器型比较大，所以呢，这个还价格怎么弄了？看你出的你很贵，还是看你出的好的一档？这个我出的个七八千块钱嘞。哦，蛮起来，出的不好的，你起码过到三万块一斤的喽。那就不高贵，就不高价格。三万块钱，但是你那不是太小。哦，你要拎得看见，你是干吃牛蛙可以看毛嘛？耶，收点，我给你拿着。牛蛙可以还是啊？八万块钱，很简单，好吧？我记得我那个记得什么？这不记得嘞？那个记录我是一样的，我跟你讲，记录我是一样的，我是到博物馆的。你价格说一点了啊？不，也这么高了。牛蛙，听见？高一点。你诚信讲，现在你记得下几个国家要几个，我是要的，价格便宜一点了。我到时候你也可以来博物馆参观来看的。你博物馆都办老了，那得大人啥？成吉香了嘛？啊，对，成吉香，对。哦，像那个刘伟在成吉香的搞的呀。大人在看呀，成吉香道家村了，成吉香博物馆了啊，成吉香道家村了，博物馆可以了。你交个诚信价格了，交这个后你就。牛蛙我也听的，牛蛙高了。你看我还干牛去一碗包上吃这个，够。俺个碗五二个，你得肯定。我五人吃这个，我三十包，好吧？要搞个有啥有花，好吧？啊，哦，一点没听我就在那吃辣了，你放可以，不要这样，可以，免费看也可以，这个可以了。哦，在那搞玩笑，免费。好，一碗三十包，好。春吉祥，春吉祥啊，大平山春吉祥。对，
俺那是不热心的喝，前面我那个卖的那个热心。啊，对的，你这个是有的。今天啊，今天收到这些宝贝呢，是应该是一些青木花那个春秋这个是一个藤鼎啊，能削了啊，能顶，应该是一个顶啊。只是年代不久远矣，但是它的做工是相当精致，所以价格的讲也是可以的啊，也10000多块钱呢是最合适的价格，我买的开心啊。这个花台博物馆的话也是说一些。品相相当好的啊，也我也很少见到过这样好的品相的作品啊。好像是红颜。喜欢老刘，敬请关注，感谢大家啊。